太辣了，可惜。平时约会对穿搭的要求比较高，我给自己打8分。一号穿的是小皮鞋，还比较精致，他应该是一个工作中的女强人吧。第二个，这个高跟配黑丝，我觉得是 YYDS， 这个我一定要留着。第三个穿的是一个厚底凉鞋，可能身高比较怀疑。第四双马丁靴也还可以。第五双穿的是一个运动鞋，这样搭配起来特别笨重，我不是特别喜欢。没想到还挺可爱的，有点后悔了。完了，这一轮我要陷入纠结了。一号搭配了一个中筒袜，确实还是挺商务的。二号这个黑丝果然不会让人失望，男的都应该会喜欢吧，还是想和他热舞一下的。果然这个厚底鞋留对了，让我挺惊讶的。四号这个马丁靴搭配起来太硬朗太正经了， pass 了。可惜他们三个让我感觉这屋里有点热，太辣了。相比来说，一号穿的太过沉闷了，所以我还是选择淘汰一号。怎么都是大美女，真的太后悔了。最后这两个真的太难选了，二号真的惊喜之外还有惊喜，三号穿的像是女明星要去海边度假，很欧美，还是选择三号。真可惜，完全是我的菜，有时间今天晚上一起看个电影。你不是我的菜。